就人民和国旗的近距离接触，充满情感。国旗入场是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因为这个是允许主办国在这个地方用一些心思。2008年很好，那这次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也是从人民性上去想。两排人，100多位，普通人，有56个民族的代表，有各行各业的代表，还有英模、楷模，代表着全体人民。然后站两排，手手相传，把这面国旗传递到国旗办手里去升旗。儿童小号手吹着那个大家都熟知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这个旋律。我自己觉得这个瞬间我很感动，我很感动。我觉得看似没有什么，没有伟大的表演感，但是最直抵人心。